为今日开始，我向大家人的称呼要改变，你要听好清楚，众将官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因为你今日开始啊，过去办结业，你会有一张结业证书。有这张结业证书，你将来在台湾民政府里面可以担任公职。但是担任公职哈，干那高级班实在是不高，你还有几个专训，你要参加法理典招、职务典招跟职前训练。职前训练，你可以挑选你的职务。这个名额只有4000名，你当做议员，还是要做内阁，或者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可以做，也当兼黑熊。议员有分成中央参众议员、州议员、郡议员。郡议员就是你当地这个郡内底每10000人人口也当选一名，当然不用选。咱是由中央指定，就是美国军事政府指定。啊，讲实的，就是由台湾民政府指定，报给美国军事政府批准，你就是议员。内阁呢，有中央的内阁，中央内阁等你参加法理典招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表格，里面有很多的职位，啊，你当按照你自己的兴趣去拣，拣完你要做这個、做那。但是我刚才有一个要求，你家己要经什么职务哈？不要眼高手低。可比讲，你刚才你有诶无读书诶，无读册，迄是讲你未晓去饭堂。国民党诶时代，你想要读你都无钱啊，也是无机会啊。所以你都要小家己扎较埋啊，唔通讲小学毕业。我要做教育部部长，你唔通笑，真正有发生这种的代志。哈，阿妈有迄个小学毕业，我要做交通部部长。当然唔是讲袂使咧，不是说不行啦，我要跟你讲，不是不行，只不过说哦，你会做得很辛苦啦。啊，我是讲你做甲遮辛苦哦，唔甘啦，你经济较轻松诶，你去郡内这做。交通诶，交通厅会听到好啊嘛！啊，你要管警察交通厅，听到管足侪啊，免都一定爱做交通部部长。哦，啊，你要做交通部部长，你要小杂的，上无你嘛爱英语嘛爱捌几字啊较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是咧甲恁讲，恁像高级班毕业嘛，恁有权利当警啊！啊，你卖乌白警，拜托，你怎么挑，没有人会给你阻挡，那是你的权利。但是你挑了以后，派你去就职啊，我怕你坐不住了。啊，过来呢，你自己一个人去就职哈，免两天你就病倒啊。可比讲，你知道很主席都是国民党所遗留下来，民进党所遗留下来的那政务官、哎事务官，那事务官哈，拢心内拢想要把你害。伊讲哦，你空降来，你遐搞。哦，你做科长，未经伊，你就要来监管，会甲你害。哎，签无要紧啊，迄签落你会当领35000呢。啊，以前的科长签落都拢35000啊，你签无要紧啊。好大你甲签看卖，你签了个你就变成贪污清算。所以呢，我等你讲，你应该找你的 match， 含你较好诶，2-3个成一个团队，啊去接那个政权。因为大部分都是素人，都不做过官，头一次做官，做得真好啦，做官是真好啦。这不说，我们到几十代以来，我做最大呢。而且真的有这种情形，是真好，真好。这个范例啊，坦白说，以后会是变成全球的一种的趋势。有这个范例，你会让你长命百寿，什么人都无法度甲你病倒。4-5年来啊，我伫这个世界上的网络、国际的网络啊，甲大家征求讲，我所讲的这个网在范例啊，你谁如果能够把我打倒，安尼我
一旦修起来，四五年来没有人能够打倒我们了。中国人有当会 complain， 也抱怨了。哎，抱怨是啥？拢用感情诶。刚才习近平、胡锦涛、奥巴马该见面的时阵，伊就甲伊讲：，伊讲你中国吼爱足主义，你唔通一讲要用民族主义，民族哈，民族的族啊，唔是民主哈，民族主义啊，去挑拨全世界。什么汉人呐、啊，统治，过去怎么无汉人，闹汉人？其实清那个中国哈，那这个亡国已经亡了好几次了。元朝上面人蒙古人，蒙古人当时已经将中国啊几乎灭亡。迄当阵两亿个人口啊，蒙古人啊，元朝啊，上少改太一亿人死掉，剩一亿人呢。所以这个中国什么汉人啊，没有汉人呐、啊，已经去哦元朝统治的时阵啊，他了了去了。啊，所以一点来讲，伊是汉人，从别人骂下去，然后你们都是汉人，咱过去读的历史，通通都是错的。你讲清朝是什么人？满洲人，满洲人甲几百个啦，入来中原，哼，规个中国拢叫统治去。几乎来讲，哈，但中国人哦，有一套足厉害，伊讲是讲文化，其实不是啦。哎，讲南边讲这里啊，就台语来讲，这叫做乌龙蛇刀，一个乌白咖哩布啊，啊贪污，弄一套理由咖哩解释。啊，做代志嘛是安尼，做代志吼，乌落木济，做诶物件是愈做愈俗，啊愈卖愈俗，啊到落尾迄款民族拢会消灭的。所以呢，中国诶文化绝对袂使学。绝对不是我们台湾人爱学的对象，我们要向好的文化去学习。当然啦，刚刚开始的时候比较困难啦，我相信你的老爸老母，你去问看看你就知道，日本时代到现在大家都在学路，谁来学路？你用语言哦，很严的。以前一个警察，日本时代一个警察，整个村关了了，啊！警察电话听伊讲，拢摕一支迄个绣鞋啊，就是迄个啥，迄个叠下去做的有啊。啊，伊个讲顺呢，但是摕迄支绣鞋啊，大家拢惊到要死呢。即嘛无同款啦，即中国的这警察啊，哈，尤其这少年啊，警察若无拍死，算真好啊啦。啊，足侪人去拍死警察啊，无罪。所以你看这款的文化差这么多，真的是差得太远了。啊，社会变成啥？暴力的人提吃，较歹的人提吃。所以变成莫怪这少年啊，伊都不爱做工课啊。我做工课要创啥？我来做罗马较紧啊。所以吼，这个文化，咱大家人爱思考，尤其你过去办毕业。你在脑海里面要去好好的思考，不一定讲用我讲的做标准。你来这上课，上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将你的脑袋泡开，将你的心胸打开。你要重新看这个世界。我刚刚跟你讲一句话，咱过去在台湾所读的册、所读的历史，拢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拢是用中国人的立场，为着要统治你所写的物件，所以我定定爱讲一个笑话啦。咱饲猪啊，饲这个猪甲狗，就是要食尔尔，唔是狗无要食了，讲唔对的，是鸡甲猪啦，饲了就是要食，对不对？中国人饲台湾人呢，饲台湾人要啥？伊袂当甲咱食，但是伊当利用咱台湾人去做工。来交税金给伊，做兵来给你服劳役。你真正爱用脑筋想我讲的这话，有理还是无理？我们平平是人，谁人爱向通知？
写四百年来台湾人唔捌统治过家己，但是家己统治咱家己敢有较好？是无较好，因为咱选出来唔是真正的领导人，选出来是已经受着中国文化的感染。啊，变啊实在是，迄当阵大家拢对伊有寄望。即马大家拢怪讲啊，伊的太太安怎？这是无啥有道理啦。你的太太贪污，你唔知呀？那真正甲我拍死，我都不爱相信。我阁甲恁讲一个秘密。阿扁啊，拄我去用掠去的时阵，我有弄位头到尾，我甲看过三摆。我想去看三摆，美国政府要求我去甲看。拄我开始的三摆内底，美国有要准备将阿扁甲救出来，叫我去甲伊讲。我去找阿扁啊三摆，但是阿扁讲叫我去甲因后生讲，陈志忠啊。我去甲陈志忠讲的时阵，陈志忠。在高雄，一边对一个光头做和尚的，啊，我带咱两个同心，其中一个是甲咱去上课，过去班上课，潘良华，潘国务委员，我带伊，啊含陈志忠甲迄个光头的和尚讲，我甲伊讲。你听清楚哦，美国交代，你只唔当回转啊台湾。美国要派直升机，甲恁规家的人，甲恁载走。真可惜，那位光头的和尚甲伊讲，甲陈志忠讲，恁若离开台湾吼，恁家的政治性命都无遐啦，你也去算。啊，我阁甲伊讲。美国甲我交代，你何里去选？就是选掉，你的职务绝对国民党甲你提掉。你看，到落尾啊，伊汇七八亿倒转来，我甲讲了，佫汇七八亿倒来，爱去选有条，嘛是去哦，职务向提掉的，甲我讲的拢完全一样。迄当阵美国佫甲我讲，叫我甲伊讲，你若回转来，阿扁啊。你可以关一世人，好佳哉！伊即摆是破病啦，啊那无我甲你讲，伊会关甲死，还袂结束咧。咱有个人会摇头，但是你要退一步去想看卖啊。台湾人即阵讲，就一定爱贪污吗？咱台湾民政府即阵的时阵，我有讲过所有的福利。你所有囡仔读册，为幼稚园开始，读到大学，读到硕士、博士，我甲你保证，政府甲你供应所有的学费，你免家己出钱。你囡仔生出来，伫病院的时阵，都会收一个存折，一个月五万块，政府甲你寄来。户头来的，一个月哦。想到这个观念，就是讲，这个囡仔就是咱台湾的囡仔，咱台湾的宝贝。咱这个囡仔后摆大汉以后要替台湾人服务，你饲囡仔免钱。所有阮十八岁以上的囡仔，老爸老母若无两间厝以上的，政府免什么条件，配当一间厝给你。大家拢有职务，有头路。你是贪污要创啥？你会甲我问讲钱为对来？你唔免烦恼。过去国民党利用台湾关系法，美国伊无甲你强迫你买武器呢，伊是开菜单给你呢。因为迄个台湾关系法内底写的 make available， 即种是话 make available 就是出售的意思啦。啊，出售佫是安那？为开菜单给你，菜单给你，啊，你家己去尿。你若叫我较先进的武器，他是说 no， 拢袂厉害，旧的袂用的，啊，真正较好的，伊拢甲你要求，你啊藏伫关岛，你袂当停去台湾，你若要用的时阵，你再申请，我只武器才好哩，啊，你看着贵，
你买武器放在关岛，敢那别说你买面子来放在湾岛安尼啊？所以有真济代志啊，台湾拢过一关非常不公平，真正是完全不公平的日子啊！中国人伫买武器，啊，台湾人去立志，啊，个人个真欢喜，甲你讲哦，要爱国。拄啊开始2011年开始上课的时候。我讲唔通买武器，大家讲诶，秘书长，你现在要出卖台湾了？唔是要出卖台湾？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，你美国是我台湾的军事政府占领地，你美国就应该保护台湾呐、啊。就报纸拢甲你乌白写，吼、哦，美国会放弃台湾？哎、啊，有人相信呢？美国会放弃台湾吗 ？AIT。20000坪做几年？99年加99年，到期搁再延期，全世界有迄款作用了。刚才讲你搁再讲下，你说什么意思？你敢听无？迄块地就是伊个啦。美国前几种的土地，敢若三个所在尔，第一个关塔那摩湾，古巴，是因为美国甲西班牙战争，古巴挂予美国，啊，美国要撤退的时阵，来，这个所在爱做好啊。卡斯楚不爱，伊讲你不爱是你的代志，伊叫一个伊培养的民政府的人出来签约，啊了后这个钱，甲即卖还阁藏伫迄个国际银行。卡斯楚讲我歪念，歪念是领导的代志。第二个所在是啥？日本普天间基地，琉球1972年要兴哦，日本的时阵，尼克森甲伊签的，就是讲。普天间基地要做美国99年加99年，跟咱的迄个金乌罗100号一模一样。全世界哪有这款的作用？你知影迄个台湾迄个啊，做金乌罗100号，迄是啥物人甲伊签的？阿扁啊！迄当阵美国叫阿扁啊，去台北市市长的时阵，叫伊设一个福尔摩沙基金会。美国阿扁，福尔摩沙基金会。去做迄个土地，啊！这个福尔摩沙基金会是做给美国，您绝对唔捌看过99年加99年，到期搁再做诶，您敢捌看过款这款作用？有太济个代志，咱台湾人生活伫拢总唔知影诶状况。我当想着台湾人啊，是足可怜诶，徛伫较悬诶所在看。即台湾人戆戆戆，干那要予你做代志，予你去交税金，予你去做兵。你当时有得到你应该有的幸福，甲你应该得到的报酬没有？所以台湾人长久以来，这400年来。真正吼，天佑台湾呐！他都话你讲洪灾，我也当甲各位讲，我唔是你迷信。为2011年的1月13、14、15上课，到今日为止，4年来，每拜呐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要翕相的时阵，都好天。刚有一拜落雨，春天当中好天。所以台风要来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讲啊，未来啦，因为礼拜五、礼拜六，台湾民众爱上课。这有一点，我光这些有点悬呐、啊，但真正啊，你去甲编辑日记看嘛呀？他拄好4年来，干那一工在翕相的时候落雨。啊，其他嘛无雨嘛无落足大啦，真正要兼翕相也是可以的。所以我讲台湾人400年来头一摆要出头天，所以你要把握。今昨马英九去美国啊，表面上讲伊是要去美国哈佛大学要演讲，其实我会当和你知影，伊绝对是去参加。美国的联邦法院的开庭，美国在7月15日，今天12日，要要求中华民国还是美国
政府宣布，到底台湾人的中华民国国籍，什么人要负责？是你美国下令的吗？是你中华民国家己大主大义吗？啊，你若大主大义，啊，你即摆要怎么办这个问题？这么多年啊，最近在美国有出现足济影片，开始来讲中华民国护照是不合法。嗯，啊，到即摆在咧讲不合法。1979年，所谓的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以后，中华民国是一个流亡政府，是一个占领的政府。你当时让人发这个护照，你怎么发的？啊，你美国谁来承认？这不是咱台湾民政府发动这个告诉啊？可能今日为到今日为止，咱台湾人还佫讲戆戆，还伫遐哩，唔知要安怎？恁知呀？外口遐台湾人敢知？唔知啊？等到你若去遐讲，因会甲你笑呢，会讲你狂啊戆啊！啊，你是哪读较歹哦？啊，你也无军队，你是咩个兵？啊，中华民国遐大是咩个走？我甲你讲，中华民国要走吼，五秒钟有尔尔。美国带台湾的 AIT 的一个处长，后尾调去伫香港，伊出来讲。哈，中华民国，我们如果要解决中华民国，只要5分钟就好。啊，罗贝尔一发言讲，伊安尼讲吼，嗨啦，迄政治风暴也出来。过去啊，后面伊歪讲，但是我直接甲各位讲，先来讲5分钟，很简单呢、啊。直升机降落，马英九请上飞机，结束啊。这中华民国要甲结束，唔免军队呢，唔免盖建呢。什么人要牺牲？无人要牺牲啦！我嘛未叫你去牺牲。台湾民政府上课从来没有叫你去牺牲，无叫你去行街头。有啦，最近有讲吼，美国去要求讲爱让台湾人知啦，咱才开始伫各州啊去行街头。啊，行街头嘛，无啥，干那摕一个台湾民政府的旗啊，安尼写写，让台湾人知啊。卖讲在执政的时候，人家讲啊，台湾民政府是什么？你甲看《苹果日报》安尼规版 A2， 内容写得很好。迄、那个标题啊，编辑下迄、那个编辑啊，他们讲很糟糕啦。但是记者甲我讲，伊讲秘书长你也知呢。我们如果那个编辑不写这样的话，新闻节也敢翻呢？啊，人讲拢讲你的好话，啊，就广告给你做就好啊。所以伫广告伫内底拢写你的好好话，外口写的标题，甲你创个无同款。伊讲安尼，新闻节就不会讲话。好了，这我拢能够体谅了。咱无爱甲伊中华民国当局直接对抗，我们要和平稳定，无缝接轨。照规矩训练4000名，接政权，美国安那讲，咱安那做。拄啊开始，我甲各位讲一摆，结较戆咧啦。人甲你讲去接，你就去接啦。人甲你讲车牌红的甲白，都爱拢挂做伙，你就规规矩矩挂做伙。偏偏都有一挂东西嘛，很得意啦，拢干那干那挂红牌啦。啊，挂红牌，我讲啊，你挂红牌会方法来未？伊讲未咧，警察拢不爱插我呢。所以有当心伫迄个高速公路泰安呐、啊、泰山呐、啊，去学迄个高速公路的迄个交通人的人个渣、啊，打电话好啊！我讲来，你电话交警察，我讲警察同志啊，甲开单，因为敢若挂红牌。我中央规定是爱红牌甲白，因为美国甲挂交代嘛，红牌甲白牌要同时挂，因为你是高级班毕业，你有资格买红牌啊。但红牌敢若4000块尔，敢若得买无啊啦。你有资格当买一块红牌，但你要行车执照，我们才会给你红牌。啊嘛，咱有红牌，而且佫加一块啥行车执照。哦，我们有这两个东西给你。啊，所以我甲警察讲吼，警察同志，甲开。你感觉吼，这个敢若挂红牌爱开偌济哦？做你甲开，开较重嘞。
啊，这警察足无要合作的呢。反正我靠，当心，啊，我给你开单嘛，伊讲无呢。我想来无，伊讲你头拄仔恁秘书长甲讲叫我给你开啊，啊，我感觉讲恁秘书长真好，所以我歪开。你离开吧。警察本身的 FB 啊，脸书啊，拢在讨论这个代志，讨论啥？到底迄个红牌会使开还是袂使开啊？后尾因的结论是袂使开。会甲你开的是啦，拢一寡菜鸟啊，啊无是花莲台东啦、啊。他们讲哦，花莲台东哦，都是很多比较原住民高沙族的警察，迄款高沙族的警察哦。要求刁的，监管工应该开就开，啊，侬开了以后啊，才后悔，因为安那呢，伊安排北顿的吼，伊都要寄予监理所，监理所我给你报警，所有监理所侬去马上寄行伊，甲讲这个红牌不是我们出产的，请退回。你讲白个说的，还安尼警察面喏，所以花莲甲台东啊发生三摆。六个警察冒红牌去东西的家，哎，东西嘛足过分呢！你给他包，你都爱给他倒。我是不喜欢这样子啦。啊，但是后来那六个警察哦，好加在无穿这哦，拢穿别哦。啊，你倒的时候我录影，我啊去甲你讲，叫你唔通给他包，你都不爱听；叫你打电话给你的主管，你都不爱。多尴尬！我跟伊讲，将来这警察嘛是咱伫管辖的人呢。这警察拢伫管的，你若无这警察，你后摆皮面啊！你敢来事情要执行哟？你执个屁呀、啊！干不是？所有的事务官拢是你的职员呢。你是好运来遮上课，你真正吼、哦，真世人烧好香呢。啊，无你有机会来这上课啊！免拍波，免拍波，烧好香不是你的代志，你真是人烧的。所以你今天已经运气很好了，不要太过分了。所以我要伫今日这个高级班的最后一堂课，要跟您讲一句代志：你当了官员，你要更客气，头要较低的。拄到人，哎，客客气气，莫去学国民党迄套，遐死中国人迄套吼，唔通去学啦。真正啦，台湾民进会执政的时阵，有我们的自尊，有我们的自傲。顶礼拜，咱日本的代表团甲讲，日本最近派两个真高甲高层的人，要求。后礼拜拜五，甲因说明台湾民政府在台湾的进展的现况。有一个人就是日本的公安厅，捌七种语言，很高很高职位的一个人。那这人的名我知。搁一位是伫四年前捌来台湾甲咱访问的日本住伫 Australia 的大使。有两个人。去甲咱这个高级顾问去甲伊检讨，因为因即马跟他听，因为日本人到今日为止还是搞不清楚中华民国甲台湾民政府，啊，你咪别当怪伊讲伊唔知影呢，卖讲因啦，咱在座这啦，有几个人知影？你即马甲对中华民国来讲啊，你的内心里面。可能还是存在着说，他是你的国家，我们的国家。雄雄一世人拢用中华民国挂伫头壳顶，即摆甲你讲，这个挂伫头壳顶是无物件，你怎么去相信他？甲你讲，中华民国无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。干那些国王的新衣啊，明明国王都无穿衫，啊，就有人甲骗讲，你穿一件衫足水的呢。好漂亮哦！啊，国王奇怪，啊，我都无看。啊，但你跟他讲，我有穿。啊，昨天脱袜摕出来，伊想讲，这是中国人甲你装的，甲你装笑的。
你台湾人真正是无穿衫出来，你敢知影？这个国王的心意，这个预言呐、啊，非常好。我那不是要讲你台湾人挂一个小鬼啊，卡电管下中国人，啊不是国王的心意啦。人讲哇，中国人好伟大、啊，你穿新衣嘛？你无穿衫啦，各位啊！你根本就无国籍啦。有的人到今天不相信，啊、很奇怪。我爱郝柏村连战马光，你这个黄民啊，大家讲吼、哦，原来我们是黄民，啊，这黄民四五年前上课就改讲啊，大家听啊，听嘞听嘞，安尼念念，没有反应呢。郝柏村连战连讲是黄民，啊，你都相信。啊，即马最近啊，真好，洪秀柱出来讲。根本就没有中华民国，哎、欸，我相信这个这句话啊，对足侪台湾人的内心的冲击很大很大。认识中华民国一辈子，到今日，伊的所谓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才跟你讲没有中华民国，啊，这有人佫改编，怎么会没有呢？啊，你领中华民国的薪水啊，正港的国王心意的再版。所以高级班的学员，应该我会叫你总将官。你要做这个总将官，就是你后摆在民政府，不是做官，做这个将军，啊，不是做官员。你必须有那种担当，你必须有那种见识，你才能够当民政府的官员。后摆民政府，台湾绝对做好，做好，做好。美国的话呢，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。美国的法院最近叫咱的律师，叫美国的律师，叫美国国务院的律师，叫中华民国律师，三方面来开会，提出了条文出来，伊讲，你台湾民政府可以正式要求赔偿。你知影这个赔偿会赔偌济吗？你做梦你都未想到。你今天是台湾民政府的议员，所以你有资格。因为咱过一阵用林志兴就是我的名，甲我的夫人林子安，啊，甲台湾民政府全体的同心，四百名，这些人都会获得赔偿。你敢知影？美国夏威夷一个案，黑人。去 Burger King 汉堡王吃汉堡，这晚跟那个 Burger 那个跟那个黑人讲一句话：“哎，你不能坐在这里呢。”意思讲你黑人袂当坐家啦，这是白人在坐的啦。啊，你知影伊跟那讲一句话，美国法院判 Burger King 赔偌济，1,800,000,000美金。啊！你们烦恼讲遐借完赔是保险公司爱摕出来赔。美国呐，对这个人权的事情，迄赔偿的金额啊，拢会惊死人的侪啊。所以美国律师甲我讲，因为已经判决讲台湾无国籍，啊，这国籍是你中华民国用1946年1月12日迄个行政公文来甲人强加在头上诶。所以这个关系，我会当甲各位讲，100%，不是99%，100%一定会赢。同时，这赔偿的金额惊死人。所以这无那这个代志，你这几个月发生的时阵，至少可以替你讨回一些公道啦。因为你来你上课边的人会甲你讲啊，你拍带，啊诈骗集团，你头壳空空。你讲头壳空空的人，这样摕到几千万的美金，敢那袂歹的款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你要拍手，对不对？这不是讲为什么拍，是为着美金拍手啦。啊，那遐人就敢予伊判过来时阵，讲哎、欸，我要加入，袂付啊。判过来以前会付，恁在座那还袂申请身份证的，我奉劝你。今日下课之前，还是利用下课的时阵去头前去摕一个表，去填填的。
不，你会失去你的资格。身份证的申请，因为台湾民政府是讲你本土台湾人，美国，这是美国的法律，不是我法律啊。所有每一份的身份证拢伫美国做的哦，迄不是假的哦，迄是真的。我先跟你讲哦，你若戆戆呢？后摆时阵就摕身份证，因为身份证的后壁，那我写一个 USMGTCD 的号码，照迄个号码去要求赔偿。你即马开始申请也过会付，因为这个判决我估计差不多过两三个月才会判决。啊，判决以后都未付啊！判决以前申请身份证，申请中也蛮好算。这就是因为是要阁足侪代志要甲各位讲啦吼，但我时间够啊。啊，做机务单这个啊，做法理点招、职前训练的时候啊，再来甲恁大概搁较长的时间来说明，因为迄当中外课时间较侪、较长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